少爷，这是哪儿啊？我的梦里呀！少爷，水啊！水啊！哦，有水了！有水了！哦，有水了！有水了！哦，少爷，真的是水啊！ 哦，有水喽！有水喽！哦，有水喽！他在哪儿？是谁啊，少爷？这里除了咱们两个人，没别人了吧？你知道他是谁的，对吗？ 少爷，我知道你说的谁了，一定是你梦里的那个女子吧？你能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又是谁？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哎，少爷。 少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在做梦吗？这一会儿天黑，一会儿天亮的。嗯？哎？哎？少爷，少爷，我们找到水源了！哎，少爷，哎哎，少爷，我们找到水源了！哎，你看，我们找到水源了！我们找到水源了！我们找到水源了！ 睡觉，死闯红毯者，杀无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 少爷，这水源终于被你给找到了，你现在不是灾星了，是福星降临啊！二十三年了，二十三年了，咱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<笑>什么人？静平，你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救我呢？
看来，你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特别。你完全可以拿走我的全部真气，毁了我的一切。可是，你并不只是一个具有法力的竞品，你还是个有感情的灵物。你比天兵天将都懂得感情，所以，请你救救我好吗？你帮帮我，帮我救姐姐出来好吗？我知道你能做到的，求求你了，不要走。哎，少爷，哎，那不是谁？这么晚了，一个姑娘家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少爷，这是你吗？在我梦里的是你吗？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是少爷，站住！不是，你们认错人了。你能转过身来吗？我只想知道你是谁。不管你是神仙也好，妖怪也好。少爷，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你总是出现在我梦里？哎呦，完了！保家列祖列宗，你可要保佑我的孙子啊！别靠近，他是妖精啊！快走，走啊！少爷，阿七。少爷，哎呦，这一晚上要折腾死我啊！少爷，我是真的没力气了。你要这么下去的话，水源是找到了，我的小命没了。这一会儿神仙，一会儿妖怪的，一会儿白天，一会儿黑天的，时不时的还要刮些怪兮兮的风。咱们赶紧走吧。我们下山去吧。静平，23年了。我找了你23年了，我今天终于找到你了。三哥，等着我，我马上就来救你了。好久不见了，真是冤家路窄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23年了，法海，你老了不少啊。人到底是人，熬不过岁月的蹉跎，一分一毫都写在脸上。人道妖道，人妖殊途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，逆天而为，终将有报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是这些老生常谈。我告诉你，23年前我就听腻了你的假仁义道德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既然老天安排我们此刻相见，不如就成全了这份天意吧。
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法海，这么多年你欠下了多少孽债，该回头是岸的是你而不是我。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下，那是她罪孽深重，必有的命数，人不可逆天而行。我问你，姐姐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人有人道，妖有妖道，乱了伦常必将有报。是姐姐是错了，她错在爱上你们这些人。你们所谓的人道里尽是一些薄情寡义的东西，辜负了姐姐，也侮辱了爱这个字。既种因则得果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去你的命中注定吧。法海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要把姐姐救出来，永远都不会放弃的。阿弥陀佛，凡事太近，缘分势必早尽。不管用尽什么方法，哪怕不择手段，置天下于不义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一念愚计半若绝，一念智计半若生，善恶只在一念之差。法海大师，大师啊，你动作真快，昨天他们才说请你，今天你就出现了。哎呀，大师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跟我们家少爷也算是师徒一场，你可不能伤害他呀。施主可有大碍？啊，我没事儿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人妖见福，其恶未熟，至其恶熟，自受罪苦。什么什么呀，大师，您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一点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哥哥一样愿意听你这套追护者也的，你就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说一些简单的话好吗？大师，你可是出家人啊，慈悲为怀。大师，你可千万不能伤害我家少爷呀。大师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大师，快点快点，